回去炒饭，甲咱炒饭的步骤同款，油下落，按两添落两汤出来有气泡，葱啊煮加迄个蒜头甲下落，啊过来饭甲下落，啊就烫烫的烫烫的，啊过来咸酱下下落，胡椒粉下落，回去拌两下啊，就好起来。啊，剩的一挂胡椒，那个表面上看起来较有迄个芥头款。